准备好了，开始喽！嘿嘿，可惜。小智拜访爷爷奶奶的这个周末，终于坐上东德传统摩天轮了。景色么？今天小子和爸爸陪着爷爷奶奶到 Lilienstein 徒步，那是一座在萨克森州砂岩山脉中里最引人注目的平顶山，还可以眺望 Königstein。Dann ist das der Königstein, der Lilienstein. Der grüne Hochhafen auf dem Boden, auf dem großen Berg.我最喜欢的油菜花田，好漂亮的颜色哦。小智被迫营业中，拍照时的笑容收放自如啊。Lilienstein 高约200米，但是要抵达顶端的看台，得努力的爬石阶哦。男人们加油吧！看看小子和奶奶面不改色的轻盈攻顶，上面的风景一定很值得。Video. 这里有三个主要的看台，每一个看台能够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，所以就要不停的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。当然，这点梯级完全难不倒小子。Stell dich mal richtig hin zu mir.我还是最喜欢油菜花田。River Elbe 发源于捷克北部的巨人山脉，是中欧主要河流之一，穿越波西米亚的大部分地区，然后流入德国，并在汉堡西北110公里的库克斯港流入北海，它的总长度为1094公里。River Elbe 从河源到德国的德累斯顿为上游。Lilienstein 就是 River Elbe 环路中部的高原，在 Lilienstein 山顶上观看砂岩山脉美景是最佳的地点。Picknick im Osten. Gerbein?
Schön langsam gehen rein. Mal runter wegrutschen. Da war die runter. Ja, na denn, hinterher. Pausenband bitte. Bitte 9 Cent. 9 Cent. Guck mal, ich habe auch was entdeckt. Hier. 在大自然里探险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今天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哦。Nice.